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瑞。那么很高兴今天继续和曹大元老师一起啊，在这里向您介绍第21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现在我们的先锋杨鼎新现在是正在冲击他的8连胜。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棋迷们非常关注的就是目前的农心杯，现在杨鼎新已经是获得了7连胜。7连胜、是，这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一个记录。在农心杯之前呢，这记录是中国的范廷钰九段创造的，他有2次都获得了7连胜。对，而且也是在先锋的位置上获得7连胜。那么这一届呢，杨鼎新第一呢，他是首次参加农心杯；第二呢，他也是作为先锋，现在这一波7连胜啊，非常的耀眼。接下来呢，他就是迎来了现在和日方的主将景山裕泰，是吧？这么一场对决。如果说今天杨鼎新获胜的话，那么日方本届也是比较凄凉哈，一局未胜就出台了啊，这个就出局了。并且就是说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有很多回了吧，也最后一个阶段就没有日本队的那个身影了。因为今天正好是这个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这第二阶段也是在韩国釜山进行的。其实呢，这个第二阶段呢，以往的惯例呢是要下6局比赛的。今天实际上是第5局哦，然后呢，6局比赛呢有很多次呢都，就最后一个阶段就都变成了中韩之间的对战了，没有日本队，少了一些看点了，因为多一局啊，就日本队，就是说最后阶段不出现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呢，现在这第二阶段的比赛改为是下5局，但即使是改到5局，我们看到其实日本队也是岌岌可危啊。是，如果今天景山输了的话，也就是日本队又是一局未胜就出局了。那么景山裕泰九段现在当然是日本的这个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对啊，他曾经是叫7冠是吧？全冠王，七冠，而且是2次。对。2次，这个成绩实在太了不起了。是，目前呢，景山裕泰，因为他后来者呢，像包括这个职业虎丸啊，这个后来者徐家园啊，也是后起之秀，是的，也是上升速度很快。所以现在目前景山裕泰是手握了4个头衔，也还是相当不错的，是吧？最大的头衔还在他手里吧？对，这个第一大头衔，我觉得全世界第一大头衔，棋圣战这个4500万日元的棋圣战头衔还是在景山裕泰手里。那么杨鼎新这位小将呢，和景山裕泰是年龄相差了9岁，景山裕泰是89年，杨鼎新是98年。那么杨鼎新大家应该最近对他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是，最近他这个等级分这个上涨这个势头，对，有点挡不住。是，在这个10月份的最新等级分里边，官方公布的他是第3位。但是随着这一波连胜，起码第二位了，甚至于第一位了。我看到他十月份和第二名是差了15分，第二名米玉婷差了15分。这一波我觉得应该涨15分是肯定是有的，没问题了。对。好，那曹老，我们要不要先进入今天的棋局？这盘棋现在呢还没有结束哈，这个还在进行中，还在进行当中。这比赛是北京时间我们下午1点开始。其实应该现在是双方应该都已经进入了非常紧张的读秒阶段。这个比赛的用时规则呢是每方1个小时，这1小时用完之后，每步棋1分钟读秒。这1分钟是没有保留的，就是1分钟。这也是比较独特的农心杯的赛制。对。所以现在呢，现在的局面应该双方1分钟之内必须落子的。对。对。那么今天是拆先，经过拆先之后，杨鼎新运气又是挺好的，还是拆到了白棋。对，这个是他所喜欢的白棋。不过这个我觉得杨鼎新啊，这个体力啊，也是
挺累的是吧、确实挺累的。你想他前面是、前面是上一阶段是三连胜、这一阶段是前面已经连下了四局、今天是第五局。第五局，对，这个连续作战。但是他现在手气很旺的，旺的时候其实一般的疲劳还没有显现出来，还没有显现出来。如果说今天下完了、今天晚上他会非常非常累，就是马上就是会很累很累。对，就是这个比赛呢，这个擂台赛的形式真是就是这样，连胜的时候啊，不知疲倦。对，不知疲倦，毕竟状态特别好、手气也旺，好像觉得下到哪就有，就下的都是招。状态来了、对，比如说我觉得，比如说今天如果杨景星是如果能破纪录，是八连胜的话，那么很，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可惜的，就是五局就没有了、这第二阶段五局，如果有第六局的话他挡不住了，这个我们说状态下风了、是吧，这个不能停，停一下的话，如果说今天杨景星赢了，一鼓作气，一停赢下去，如果又到上海站下第三站，那可跟朴槿桓的话，也就是最多也是五五开，也就又回到了起点。对，现在的话，他一直下去，他这个甚至于什么三七开都有可能，他是战七。对，这个一直赢下去的话，这个特别可怕。对，杨景星也是今年开始突然觉得，应该说杨景星是。这个天才是吧，神童，围棋神童，从小就非常出名，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略微有一些成绩，但从今年开始他这个成绩突然爆发，再次爆发。对，好，那么曹老，我们好就进入棋局，这盘棋一边和大家聊。经过拆先呢，又是杨景星，又是直白，杨景星本人也表示他喜欢下白棋。对，即便这个农心杯的规则是韩国规则，只要贴六目半，杨景星还是擅长下白棋。最近几盘棋他的棋的内容也很充实，几乎都是赢得很漂亮完胜，比如说像昨天对韩国的申正旭，对，下的挺好的。对，申正旭现在也是韩国等级分最新一期的是第一名，第一位，最新又第一了，是不是？上个月是到第二，他和这个朴槿桓好像两个人是这个交替啊，你追我赶。最近是申正旭第一的时间多一些。对，今年以来申正旭多一些。但是申正旭也是，这是真的，下国际比赛的话压力也是特别大，因为韩国棋手，近几年来国际比赛成绩都普遍都被中国棋手所压制。对，然后呢？其实应该说真正的能够在国际比赛上对中国棋手有威胁的也就是申正旭和朴槿桓。朴槿桓是。那所以每一次申正旭出场的时候呢，背后这个巨大的压力，就韩国棋迷整个的好像把期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其实棋手也不容易啊，是吗？对，是啊，他那个，所以申正旭呢，他就我们往往可以看见他在最关键的要紧的关头，他就是发挥有所失常，就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对党一飞的对决很简单的就会犯错误，导致申正旭到现在为止，其实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拿一个世界冠军的头衔，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到。对，应该大家是把他视为韩国啊，继朴槿桓之后下一位韩国的领军人物。是的。但是既然要当领军人物，那么你必须要拿世界冠军来证明自己。但是就很可惜，现在申正旭迟迟的还没有拿到这个证明自己的世界冠军头衔。但我觉得以他的实力，应该这是迟早的事情啊。迟早，但是也应该要早一点拿呀。你如果拿得晚的话，可能很多好的机会都已经错过了、并且真的还不一定，就是说什么时候一定能够拿到，还不一定，是吧？毕竟你没有拿到过嘛。是。好，这盘棋呢，开局也是小目，比较少见的一个对角。对角小目，对角布局，日本棋手比较喜欢下一点。中韩的棋手现在下对角小目的极为罕见。接下来他是高差二。
挂角，挂角，嗯，小飞。景山裕泰和杨鼎新两位棋手啊，也是在印象中前年交手过一次啊，是在 LG 杯上的八强赛吧，好像是八强赛，两个人交手过去。当时我还有印象，杨鼎新是坐着轮椅去的。啊，他在踢球。对对对，好像是受伤了。受伤之后，这个但是国际比赛这个不能放弃，所以当时是这个坐了轮椅。我印象中当时黄云中陪着他去那个带队，然后到机场，由他们事先联系好，要机场要给他准备好轮椅，推上飞机，然后到日本以后再联系好当地机场，再准备好轮椅推下去。对，等于那盘棋呢，他最终我觉得可能跟受伤也有一定影响吧。就那盘棋最后是输了，输给了景山裕泰。之后景山裕泰半决赛又赢了柯洁。啊，但是很可惜，在那个决赛输给了谢尔豪。对，所以当时成就了这个谢尔豪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但是杨鼎新转年，杨鼎新就在下一届的 LG 杯上获得了他的第一个世冠头衔。所以两位棋手跟这个 LG 杯也是很有缘。对，现在又在农心杯上这个相遇。这是他们第二次对阵吗？有可能是。好像能查到的哈，是目前是第二盘，但是其他是不是有一些有些对局没有，对，没有记录，没有记录在这个棋谱系统里面啊。对，挂星位。因为景山裕泰其实国际比赛并不是参加特别多，因为他国内头衔占太忙了。景山也很少用点角的下法。哦，这个棋假如是中国棋手的话，这样的或者韩国棋手下法很容易，就是点一个角。两边都是高位，然后现在点角也可以点的，这个是可以点的。他现在是用的是挂角的下法。总的来说，好像给我的感觉啊，好像日本棋手相对于中韩棋手是要偏传统一些，是不是？对。虽然他们也在接受 AI 的训练，对对，这个偏传统一些，对日本棋手来说也是有传统，有传统的，是。啊，现在小飞。今天我觉得景山裕泰的压力也很大，毕竟是担负着日本队主将这么一个重任。如果他再输的话，失手的话，那么就一局未胜，主要是一局未。虽然说这个不是说第一次啊，但是老这样子肯定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这个棋迷的批评声啊，这个舆论啊，对于像景山裕泰，我觉得他一定心气很高的棋手。他是日本的这个领军人物啊。所以，是不是后也要为自己证明？对。其实去年的朴廷桓对上范廷钰的时候，也是这个情景。韩国队之前的四位棋手也是一盘未胜。如果朴廷桓输给那个范廷钰的话，已经就是说韩国队上一届就会一局不胜就出局了。对，这个对棋手压力非常大。而且在上一盘杨鼎新战胜申正旭之后，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评论啊，就韩国棋迷非常愤怒啊，是吧？就像我们这个中男足输了以后，中国球迷非常愤怒。但是有人说了，说不管怎么样，这个韩国球迷比中国韩国棋迷比中国球迷还是稍微幸福一点。对，是。是吧？对。所以有的棋友也说了，说干脆啊，下一届他也可以上场，就排在杨鼎新后面就可以了。对，这给中国棋迷一个福利，是吧？一个福利是吧？只要有我们前面可能，但是只要杨鼎新可能还是有点太拖大了，再多加一位棋手，然后后面三位可以选一些棋迷上场，是吧？这个也拖大的厉害，太拖大了。是，不过是这样，其实我们这个比赛，农心杯的比赛，这个说要让棋迷排到阵容里来说，这个难度挺大的，因为不，这是个职业比赛。你首先你哪位棋迷想加入这个阵容的话，至少你得有取得职业段位。那有职业段位就不叫棋迷了。不，那职业段位这个太
太难了，太难了，是吧？要有职业段位才可能进入这个农心杯。当然，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一些玩笑话了啊。这个其实中日韩棋手他们的实力还是在伯仲之间，很难讲。这个我觉得也是棋迷们一种对我们中国棋手这个实力这种厚度啊的认可，是吧？一种很开心的玩笑。我们也就是中国棋手现在就是强大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厚度。对，大概以我的估计，我们中国队如果参加农心杯的话，可以组4到5个国家队，可能都是会有相当有竞争力。其实您看这一届的中国队阵容啊，第一台这个那是挺强的，杨鼎新。他其后我好像听说这个范廷钰也去了，是吧？也去韩国了，跟他就陪着杨鼎新。然后剩下呢，后面是谢尔豪、米玉婷，还有柯洁。对，我们这五虎上将，我们五位年轻的世界冠军，是等级分是1、2、3、6、8，好像是吧？对，哦，这个而且年龄都很小，都是95后。对，是那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了，而且咱们这个啊，他不是说这个指定的，还是选拔了，有3位棋手是有世界冠军头衔，所以是免选，还有2位呢是通过选拔赛选上的。对，所以说这个阵容也不是我们刻意为有意为之，是吧？是就是出现这样一个阵容，就是年轻的这个5位世界冠军，我觉得也是日韩看到这样的阵容也是觉得比较难办难对付。这个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再换5个人他也觉得也不好对付，是吧？很难对付。就我们中国队强大就是强大在我们现在的厚度上。当然就是虽然中国队这是很是非常强大，但是真正的顶尖棋手之间的对抗实际上的优势并不是很大。即便近几年来或者说最近很多年以来这日本队就显得比较弱势，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在变得强大起来。就是除了井山之外，井山实际上他绝对是在世界范围内绝对可以称之为是顶尖高手，是最为顶尖的那个层面的。那么现在呢，日本的棋手呢也有年轻棋手成长起来，志业虎啊，还有许家园。对，我觉得这3位棋手可以组成比较强的日本队。如果3对3对抗的话，还是可以下一下。志业虎啊，现在在日本人气非常高，他是最年轻的名人。对，这个也是受到了日本的媒体，除了围棋媒体以外，19岁的关注。对，19岁是吧？是啊，其实最近日本也是人气很围棋人气很旺啊，这个中义景啊，枝野虎丸 对，是吧？是，吸引了很多目光。好，他现在是实战，我们回到实战，他现在回到实战。小飞，这个是现在流行的下法，脱了班。什么时候还能再能看到这个奥路飞啊？以前是这个都是奥路飞的，对，现在已经见不着了，很少见了。好像比少见还要罕见了。对，基本上不怎么见得着，在职业高手之间的对局，这个飞基本上见不着。连扳，是单长。这个是比较少见，对。正常的话，这个就会打支。接上渡过，这个是对这样定型比较多的，然后白棋应该压一个吧，再压 吧，压吧，因为这一带有子，这个大概是要压，是吧？有子它就算了，就压掉。那下一步棋可以考虑脱先了。如果这样进行的话，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一盘棋。是的，所以这局棋呢，杨鼎新选择的是单立。单立比较少见，实际上这个局部除了刚才这个之外，打了街上之外，白棋的另外一个稍微多见一点的下法是在这里虎，这个虎最近出现的频率也算比较高，比这个退其实比这退多一些。对，
退的话，作为黑棋来说，他是选择的余地不太大。一个呢，或者就直接在这局部脱先。嗯。还有一个就是他实战是下在这。对。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下在这的。啊、哦。下在这被白棋藏一个呢，这个地方黑棋是显然就那个就吃亏了。吃亏了。嗯，因为什么道理 呢？就这口气他没有撞紧。他不来打吃。对。那么你下在这个位置上，这个魄力就差好多好多。哦，这样子白棋这两个子呢，对，气就松松 松了一口。对，松一气的话，还是影响挺大的。对对对，是，这个有这个的话，这一代白棋的行动都很不方便。嗯、比如说我有这个这样的棋，对，我有扳，嗯，所以藏这个的时候，黑的第一个不能考虑的就是虎在这个地方。嗯，就是明显吃亏的。对，第二就是脱先或者虎上面，脱先或者虎在上面。脱先呢，可能很多棋手也是觉得亏，这边还吃一个，你如果藏起来他就扳劫，实地损失、不过这个棋黑的速度也是挺快的。对，打一个我再藏。如果现在脱先的话、有什么明显的好点吗？左边和右边的拆吧，不过这样的拆现在在 AI 的眼里好像都觉得不算特别的大。嗯，以前的话像这种拆都被认为是超级大场，尤其是有这个小无忧角的配合、是吧，小目大跳的配合，现在好像都觉得无所谓，你猜就猜吧。在 AI 的眼里，你这个三个子的阵容，我进来的手段多了去了。对，嗯，什么东点点、右点点、东靠靠、西碰碰，那都比较虚，都有各种的打入的手段。所以这棋现在绝对的好点就不好说了。所以实战，实战他还是在这绝不继续下，对，选择了虎起来。嗯。打吃，嗯，黑棋就这么粘住了，嗯，粘住，对，是要粘住。你现在开劫是粘的，第一杆是这个形状不太好看，是吧？嗯，但它是一个先手这个局部，嗯，现在把黑棋脱先，嗯，再拆。这个两个高拆啊，这个棋形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拆也是双方的好点。对，这个肯定是要拆的。黑棋是拆，马上蓝逼了吗？马上蓝逼。这棋有意思，这棋这个拆不会有点显小吗？好像，还是不小。你不走的话，白棋就、嗯、就可以过来。白棋过来你怎么办？脚里有些空，脚里不显得有些，这个一碰吧，肯定是要出棋了，有问题的、哦。对，有这个你就这个太方便了。那所以说，他这个拆二。一方面是拆，另外也是在加强自己的脚步。对，嗯，可能如假如单关脚的话，这个下面如果是这个棋形的话，这手棋就不太见小了啊、哦，还是跟配合有关系。这手棋的话，如果这个图形，黑的就应该打入，进攻白棋这个子。对，你拆过来，我就不那么可怕了。其实视觉效果上也有这样的一个直觉吧，就走在这儿，你觉得好像有点撞墙的。感觉，但是这个子在这儿呢，就是黑的就觉得不那么厚，对，白的处理起来就很容易，所以现在这手其实挺大的，尤其是有了这个之后，白的下一手是小飞的话，那就是黑棋更有心情了，是吧？那他如果不小飞的话，这一带要补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对，跳的话，那是不是太空了？太空旷了。跳的话，主要是这边是拆二。嗯。假如是回去路，你蓝逼我。啊，他跳起来。这个白棋是比较好的一种棋形。嗯。现在这个白的就不愿意往这里跳，
但这个小飞总觉得这地方间隔有点小问题，但是这样的情形也许正是杨景星所喜欢的。嗯，他觉得慢慢悠悠的，假如过一会儿他有机会的话，他还能再走一个。这首棋要是能够小尖手脚，那配合我觉得还不错。对，但如果让黑棋先下的话，黑棋先下，黑棋 是不是 这种打入多了，或者这个选点比较多？黑棋有这个打入，这个打入，还有拖。嗯，当然这个二五清风，二五清风也有。对，拖也是比较方便的，就能把左边白棋的阵容给破。所以这边如果黑棋先动手，这个肯定不是白棋的失控。是是，肯定。不过这棋他走这个我是觉得不是很满意，觉得对白棋这个效率觉得不是很满意。但是我也没找到什么好棋下，没有什么明显的好点。对，实战白棋是补了一手，那么对黑棋来说是接下来是打入还是脱先，也是一个选择啊。这次杨鼎新呢能够七连胜，也是让引起大家对他的很多的关注。这杨鼎新啊，我们说他是围棋神童，为什么说呢？因为他在这个九岁的时候就成功入段了，这个记录啊，到目前为止在围棋界当中，我印象中好像只有三位棋手是在九岁入段的，一位是韩国的围棋皇帝曹勋玄九段，他当时是九岁，我印象中九岁好像七个月还是六个月就入段了，另外一位是常浩九段，九岁多入段，还有就是杨鼎新，98年的时候入段的，所以这个九岁入段大家什么概念？就是小学四年级。小学四年级就入段，这个可能了不起，可能还要生日还更正好，可能才能四年级，也许要也许还有三年级。对，而且杨鼎新那个入段那年啊，98年入段的那一年，我觉得人才济济啊，柯洁是那年入段的，范廷钰是那年入段的，还有黑佳佳是那年入段的，所以98年是一个是一个大年。不，范廷钰肯定不是98年入段。啊不，我说错了，2008年，说错了，他们是杨鼎新是98年出生，2008年，对，08年，所以那年的奥运年。对，是。北京奥运会，所以呢，这个在体育上是大年，在围棋上也是大年。嗯，好的，现在我们看，现在黑白棋拆回去之后，黑棋没有选择马上打入，在这边先加。加。这个靠在这儿，这个是姜维杰九段所喜欢下。哦。我看他在围甲中下过好几次。好几盘。嗯。这么一靠的用意是什么？但是。如果是退，那他就便宜了。他算便宜一点吧，对，因为以后的话，他这个地方他可以用拖了，用这个虎的这个棋，这样他打这个，他打下来这个棋形白的棋好了，他所以他会退的话，这两个在一定的情况下，当然不能说他绝对是便宜的，在一定的情况下，白棋是会便宜一些，至少心形上。我占得先机，觉得我对出头快一些，对，出头快一些。如果先交换的话，你再靠，我就白棋黑棋不会这么老老实实的退。对，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没有靠到的话，真是拖了虎的话，黑棋是有这个的。这棋蛮厉害的，这样打吃。如果粘住的话，就粘住，你再接上，这个时候黑棋就可以断上来。但是你看啊。这里如果有两个棋的话，这棋形白棋就好了。对，白棋充分很多。现在被他一断，这个地方黑棋的右上角这一带实地还是相当可观的。是的，所以这个扳的用意啊，也是提前这个做好准备。对，准备拖，它主要是这个地方呢，但是
我觉得杨鼎新后来的处理也许是正解啊，但是在我看见江伟杰的对决中，他不是这么办的，是在这断，就感觉很有力量。这个是太复杂了。对，马上就进入复杂的战斗。对啊，这棋搬这个呢，好像对黑棋来说比单退总是要好一点。嗯，因为这两个交换放在棋盘上，我想大家都愿意的。作为黑棋方来说，大家都愿意，就是我走这个，让你下在这里。嗯，黑棋总是会稍微获利一点。对。那么实战呢，是白棋就是搬这个，黑棋就接上。嗯，接上之后，现在再拖，还是回到了拖。嗯。来黑棋搬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虎呢？还是不敢虎吗？还是怕他打吃吗？为什么不虎呢？哎，如果虎的话，打吃我。打下来能够粘过来，打下来看看这个能不能打着，是多了拐吗？多了拐不一样了。不是，这个时候，假如他退，我觉得白的总便宜的，应该交换掉。对。不过还有一点可能性啊，就是他藏在这，这可能性也不是绝对没有。藏我就粘住吧。哎，对。好像还行啊，你走这个我可以穿出来。嗯，这地方插在这儿，嗯，可能也是一个招。会压吗，曹老？如果你搬我断。压也可以，压的话它大概会痛，然后挖接，嗯，挖接。你上边的棋形不厚。嗯。就是不厚。你大概要接在这儿，这地方政治有利的时候情况下，白棋一断你不好办。现在如果像这个棋形的话，这两手交换也不见得亏，也不见得便宜，真不见得亏。是，但是我这断变得很严厉。哎，这一断下来，下一手就要把这个吃通了。你本来的话断，黑的是可以藏。嗯，现在这个棋形黑棋。也不好下。嗯，现在再长的话，外面就顺手一打。对，那就被白棋便宜了。对，所以我有点想，不想那么简单的压过去，想跳住它。嗯，有点这可能性。跳的话，如果冲就退。嗯。说不定担心这个。我看实战他是还是选择了搬。他是选择了搬。搬的话，应该说他虎这个，那么我们再推理一下这个，嗯，就是他担心什么呢？担心打吃。打吃，我可不可以反打下来？会会哎，反打，当然现在是不会接的。嗯，反打，踢掉，这个打吗？打吧。打的话，我有没有恰打？恰打。踢掉，踢有没有劫财？我接，我当然没有劫财，不能给你踢掉。一接，我如果白棋接外边，黑棋提过来，白棋也没有接。接外边我提过来，你接这个我就一断，可能现在也不太好办，真的有点不太好办。嗯，那算了，曹老，我就不打了，我还是粘上吧，单粘。这个不打是吧？对，我二路不打了。这个不打你就永远打不着喽。我如果单粘回来，这个大概不太可怕，我觉得我都可以搬你这个。嗯，打不到的话是有可能白棋打不到的话就被黑棋虎，就是有可能白棋虎，就是这个虎不见得虎得上，嗯，黑棋还是要打吃你。嗯，这样他那不一定便宜是吧？对，那多一个拐，这两个拐总黑的应该总好的，黑的便宜了。黑的在很多场合下黑的总是好。那如果刚才单场的话，那他虎不是也是虎不到吗？他也可以挤进来。虎，但是这两个没有的话，这两个没有还是有点区别。他一个这个你觉得还是打不到是吧？他还是能够进来。对，这您刚才这一招棋挺厉害的。但是不是这个棋，
它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比如它接上啊，我再断，嗯，对，它可以把这个吃掉，那我就保持吃掉，对，吃吃一下吧，哎，你这可能我上面打掉吧，对，吃掉好一点，吃一下好一点，嗯，这下我不知道是走这个还是提掉，嗯，这个是不是可以白棋速度也挺快的，就飞，就让你加入这个，或者我这个不打，让你接回去，嗯，接回去，啊，这样白棋好像还可以，你有这两个吗？又亏了。这两句话嘛，肯定是白棋亏一些。好像是这样。嗯，可能有这样的变化。是有可能啊，有这样的考虑在里边。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不打，不打这个的情况下，就这个棋形不打这个情况单接，那你拐我就长了，不会扳着的。嗯。这两个，这个黑棋总是便宜。那总之，这个黑棋交换到拐和白棋扳，那么对黑棋来说，好像这个更有弹性一些，是吧？选择余地更大一些。黑棋总好的，就但是这个扳有一点小风险，它就是有个断。嗯，有一点点。交围劫是一般都断的。嗯，对，所以它这个棋。有兴趣的棋迷可以去搜一下姜宇杰的棋，但我想杨鼎新 他们应该非常熟悉了，他一定是了解到段的，对对对，了解，但是他是了解之后没有选择这个变化，是他可能有某种什么地方有点担心吧，对，好，我们看实战，现在靠这个相当灵动的一步棋，对，就我感觉今天杨鼎新还是蛮放得开的啊，像这个靠啊，上面靠啊，对，下得很积极，嗯，嗯，这个是要搬，因为假如你走这个的话，白色就退，这黑的就不太好搬，嗯，这个被白棋盖了一下，所以它是要搬，要搬起来，这个我头要睁过来，作为白棋来说呢，也不是简单的说我搬这个把这两只处理好，这个就格局就太小了，这从杨鼎新的最初的考虑应该也是要断，你要搬我就断在这儿，你这个要搬的话他也是要断在你身边，对，那么这个断呢后续的变化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看上去也是非常复杂，对，貌似这个从靠开始到这个靠段，莫非是杨鼎新自己的一个有所准备啊？有所准备，对，我想是这样，嗯，对，很复杂，我们来欣赏啊。发现黑棋是打吃，长，嗯，然后现在在虎，嗯，长，现在才虎是吧？对，哦。虎黑棋依然打上去，黑棋依然现在是更要打了可能，然后单拐，单拐，对，这个不能给随便盖住吧，嗯，所以它是小尖，小尖出来，它长，对，单长，粘上，嗯，它搬，这个战斗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的样子，因为角里实际上白棋还是很有余味的，这地方还有劫的余味，这个变化好复杂啊，它是压一个是吧，对，拐，那现在白棋是单粘、这个有点意外的、对，这个是粘上，这
这个粘和下面这个粘好像不太一样啊。嗯，形状一样，但是形状一样是吧？这个粘其实是大家对认可的一个粘，是就是这个局部骑行大家认可是粘住的，但上面的粘我觉得可能会、这个、也许我觉得很多骑手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也但是也是非常实用的一部实用哈，因为这个很显然我这一打车我这个脚基本上就是我的了，然后我这一退你这三个指基本上就被我吃了，嗯，所以最直接的一手棋是接，就接上，嗯，实用，嗯，实用，简单实用。这样的话，我在想，黑棋、白棋这个地方，他是不肯退或者走什么，是吧？长，嗯、长，他手边是不是觉得被便宜了？便宜是被便宜，因为我再飞过去，你这四个子应该。也不好要，就你假如你从中央这一带什么再出个头的话、嗯、我再把这个接上是不是会更好一点，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实战，他接那么这地方就被黑棋打了，对这个头这个打呢是这白棋就被压缩到二线上去了，对打的话这个只能粘啊、嗯、对吧，这个不能对对不能被皮，只能粘，然后黑棋虎这个是黑棋的，变成黑棋的权利了。这个要爬过。嗯，这种地方要不要刺也是很烧脑的地方。刺一个再爬过。对。嗯，区别在这样子把黑棋下的重一点是吗？对，是啊。还是更多是心情上面。心情上觉得获利了，不知道就是这个刺，不知道谁的心情好。不知道谁的心情好啊？对，说不定黑的也挺好的，我就希望你来刺一下。就、嗯、这个地方，就职业的感觉，总是喜欢先刺再拐，是吧？也不一定。那杨礼新就没刺啊。嗯，因为他是经过这个判断之后，啊、是吧？考虑、啊、选择以后、啊，他觉得是单拐过去。他不，这也是跟棋风也有关系。嗯，这个这手棋应该是略微的损一点木了。木石上白棋稍微损一点，对白棋稍微损，因为这个打吃对没有了，对，嗯，是。那尖的好处是什么呢？尖的好处那当然我，你看我以后一手下在这种地方，我就挺舒服的。啊、哦，就是尖的话还是攻击性强一些，是的，嗯，所以这个地方反正。现在你要让我下的话，我肯定是吃掉再拐。曹老还是比较擅长攻击，是吗？也不好说，我说是现在，嗯、但在我年轻的时候，也许我就不吃，我就单拐了、啊。也许我像杨鼎新这年纪的时候，我也不吃，我也就单拐。嗯、哎，也很有意思啊。是。现在是杨鼎新选择的单拐。单。更稳健一些。嗯。然后这地方黑棋是没法下这个了，下这个因为白棋一退。这一退，这三个黑子好像是不是？对，是不是跑不出来了？不好弄，所以他不能退，他只能打是这个。啊、哦，那现在、这个就是、现在看来，这个粘确实还是很简明啊，一个转换。对，嗯。好，黑棋。黑棋提。提花一手棋，把它提干净。嗯、这个、是日本棋手所喜欢的一种后式的下法。啊、哦。哎，曹老，那现在的看的话，如果没尖也有可能是吧？他反正已经不可能攻击黑棋了也不好说，真的是不好说，得失不明啊。现在要不要走也不好说，嗯，这个是小问题，反正这里是、嗯、小问题，小问题、嗯。好，我们看接下来，或者说不是问题，是不是问题，对，啊、下不下都可以。要是 AI 来判断的话，嗯、可能胜率差别0.1啊。区别不大，或者说不定它区别挺大的都有可能，差几个点也有可能。嗯，但是人类棋手现在是看不出来。啊，这个就准备把这两个子弃。对。嗯。弃子的下法。他跑的话确实有点重，是吧？比如说这一类的跑，可能是得不偿失。嗯。因为你这一跑的话，这边肯定。下边全部是黑棋的
失地了。是，就是如果白棋把这一串跑出来，首先对这边黑棋好像没什么影响，并且对这个你肯定也是影响。对，你要想反攻黑棋太难了。对，黑棋的头在前面，所以这手棋应该判断之后正确的。对，判断得失之后还是做出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就这样来，这是继续压缩黑棋的规模，希望就白棋这一带能够做成空。他没有定，他没有，他单压。单压的时候，哇，断！现在断。现在断是什么情况？对，是什么情况？对，他当然不会怕你退的。对，他退的话就顺势一扳，对，就便宜了。这个就便宜了。但是他如果打了盖住，他也是要扳这个，应该是。他觉得断一下和你交换之后，我再扳头，你这两个子的气节一些。那比如跟单扳头比呢？这棋难道是怕黑棋在这接上吗？不会吧？他断吗？不会，断我再断，大家就互相断嘛。是不是还是这样？说不定更好一点。就这个时机突然断，确实是有点奇怪，是吧？好，第一感是扳，直接扳。对。先断。有点奇怪。而且呢，现在断我看到景山呢，是选择的单顶，对，横顶过来。对。这样子就一下子就产生很多变数。横顶吗？它是这样呀，你如果退的话，它也许就是藏在这个头藏过来了，这个厉害了。对。所以。他还是搬在这儿。对，那还是要打吃。他退再退。倒是也还原的感觉，是吧？和单扳基本上一样，差不多。单扳就看作单扳，他顶退，然后做了一个这个交换。对。黑棋提，那黑棋提掉跟黑棋接，这个。那还是提后士啊，提后士，对，提了，并且这个地方多了一个这个字，对，对吧，都出来一路，对，也是小问题是吧，不影响胜负是吧。好，你再跳。这棋这样子好像形成转换。黑棋的下边这两步棋，反正让我觉得很意外。接下来吗？对，这步冲，冲之后再好一点。他这地方居然是往这搬的。这地方，一个呢，我担心是搬不着；第二，我觉得搬着了又怎么样了？你是觉得现在黑棋已经非常厚实了？对，这个没必要在厚上加厚。是啊，这个要围控的话，难道不是这个是作为重点吗？比如说走这个，我要把这个，或者我什么都不下，我就打出来这里，把这个做大，以后要围走控的时候，这个的话，意图是黑的是要成这里的空。这里的空不明白。其实这一带就算白棋藏到这儿，对黑棋也没有什么影响，完全没影响，是吧？一点影响都没有。你可以再藏很多个，藏一个、藏两个、藏三个，都对黑棋一点影响都没有。对，这个地方他要搬在这儿，这个就是莫非就是黑棋觉得自己优势很大，我就是黑棋是守城，就是我只要这里，来点空我就够了。但是绝对这个形势绝对不到这个地步。对。我看实战白棋也是脱先了，这里脱先。白棋是会想脱先的。白棋现在上面拔。这手棋有没有点缓？这棋这个也是易收官子啊。这局部是这样，作为黑棋来说，它有可能有一个虎。虎。对吧？我
先点吗？可以白棋会点吗？点嘛，我下来啊。那我还是单提吧。单提。嗯。单提，我做眼。嗯。你飞出去。飞出去。担心吗？这地方。这个是能搬过的几个先生。能挤一个就行。对，我能搬过。我能搬过，但是不，但我不走。他可以早先可以挤一个。我不搬过，还是担心黑棋先尖一手，整体不活。嗯。但是你建一手，其实这地方建一手，你如果还走这个的话，啊不，我就说我是说黑白棋如果脱先的话，就现在脱先呀，我现在脱先呀，你现在怎么办？啊不，就刚才这个白棋提了黑棋坐火脚上之后，白棋就脱先嘛。这不能脱先。不能脱先吧？我说脱先，我害怕他。这我就急。分段。嗯、我先。现在就急。对，黑棋。也没什么大的，就是一个小角嘛。现在挤能立吗？立其实也没什么大关系，我就飞飞这种都行，没什么问题。能做活？哎，对啊，活了。你挡我退，你再退你就不死了。所以这棋其实不是太可怕。还有一个呢，嗯，作为黑棋来说，它不见得是要活角。就是退一个，这时候一个逆手关，他吃掉。对，这样也是有可能这样定义。这手棋当然，我总觉得就是一个逆手关子。关子。但是黑棋呢，也是在这里等于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退，一个是活角。对，有两个选择。好像都没关系。但是这无双大雅都没 对白棋来说无双大雅啊，不是什么致命的问题哈。那白棋如果守住那边的空，我不知道怎么守一个。小尖，对，小尖是当然最稳妥。我觉得这样有没有啊？这个对吧？或者是就这么跳一个有没有失控？这个应该是失控了。走到这里，白的应该是空。走到这里也是可，这手棋肯定是比是实际上要大于这手棋。当然，可能杨鼎新的话，我觉得有点优势意识。这棋觉得什么黑棋还是往这搬。这手扳不像是好棋、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就这个扳跟这个手棋白棋这手棋交换，说不定黑棋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都有可能。哦，这两手交换，就本来说这一步是还手的棋。对，有的时候啊，棋啊，真的是你下了一步不太好的棋，嗯，可能会引发对手一步更不好的棋，你反而赚，是不是常有这样的情况？嗯、是。啊，我记得这两天好像前两天看到采访曹轩轩老师一篇访问，嗯，他就说了这个下棋啊，想取得好成绩，嗯，其实你下妙手啊，不如减少失误来得好，啊，对，就真正重要的是减少失误。对，这个就是你的胜率反而高嘛，对，你要下妙手，你这个老追求妙手的话，你这个风险相对也比较大，并且。本质上来说，围棋中的所谓的能被称之为妙手的，这个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并不是你一定要追求我下妙手，下妙手就能下得出来。对，正好碰见那个场景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下了一盘可能一步不是很好的棋哈，嗯，但是如果诱发了对手下了，分数更低的这个手段，对，常有的，这情况太多了。对，嗯。所以这两步交换，曹老认为可能黑棋还略微得分了。对，本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时候白棋是能够得分的，就这时候白黑棋往这搬，我觉得怎么也很特别奇怪的事情。嗯，对，我或者我就直接在下边怎么样的施展什么打路的手段呗，比如说我直接打路这种。对。啊，这打路应该也直接打路掉嘛，肯定，就这一类的打。我自己的空我也不围，围的话有一定风险，就是如果觉得白棋自己觉得形势好的话，嗯，这个也是一个实战的一种经验，就是你去围这样的空，你不放心，围这样的空呢，你不甘心，除了对不甘心之外，其实还有那么一点点不放心，所以
我首先不画手术让你来，你再怎么样打入进来，我总是还会有不少空，对，把那一手棋呢画在我比较看得见的，比如说这样的打入，这个总是能活出一块棋的。哎，对，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活出一块棋，就是你简单的话我就拖过了，再拖过，对，你如果走这种棋的话我就往外走了。这是一种下法吧，我总比这个大，我觉得总比这个大，这个是很有优势意识的下法，提着很稳啊。嗯，啊，接下来黑棋是把这个反打上来，对，黑棋反打了这个之后呢，可能这一带你要打入起来，他想硬杀你了。这样的黑棋强硬的中腹非常厚实，对对对，是这种棋也是日本棋手特别喜欢的。嗯，作为白棋来说他不一定敢直接进来的。 对，黑棋现在步步为营啊。你看这黑棋步步为营，其实反过来白的白棋也是步步为营，也憋着白棋只能步步为营。你看白棋其实这两个交换又是黑棋得分了，我觉得黑棋又得分了，是吧？哎呦，那真是为这个杨鼎新捏把汗了。因为这棋你本来尝尝出来不是挺好的吗？比如说就觉得不提这个，那你要围控，你就围着这种控，你还不一定是控。嗯，你现在被人家走了这个之后，你只能走在这种从外围这来潜消。对呀、啊，然后作为黑棋来说，他如果要成控，他还可以跟着你下，下边的控还是挺大的。另外，黑棋主要是这个点很严厉，这种地方骚扰你一下，你浑身难受。这一点他只能挡住。嗯，他还能再藏一下。这个应该被黑棋有所获利了。这两个子以后是有活动能力的。好，紧接着现在拖进去。嗯，白棋用外扳的下法，这个有点企图，就是对手能跟他和平解决。嗯，就他白棋扳这个了，就期待着黑棋往这里扳。他就长吗？退就退。嗯，你就一虎。嗯，我就一立。对，对，你还得补活，二路小尖、这个，对，然后走回去。啊，这样这个棋能，他能点进去啊？他可以爬一下，点也没用，对，点他接上应该也是活的，对。然后这样的话，白棋这个边控就比较完整的守住。嗯，这样的黑棋不肯是吧？活得太小了。对，不可能也是形势所迫吧？黑的还不觉得还是这样，还是没有形势占优的这种把握。对，没有觉得形势好。局部这个黑棋收获不小，但是全局来看，他觉得还可以再获利更大一些，希望吧，黑棋希望能获利更大一些。所以黑棋这个地方下出了强手。好，我们看实战，它是扭断。对，这手棋真的下得挺强的。扭断的时候，其实白棋选择也很多哈。实战白棋选择的是单退。嗯，其实白的还有一个选择是就打在这儿。嗯，这个白棋也是可以下的。打这儿我是要立一下。你如果立，我就把这个挡住。好像你不活吧？这样。在脚上好像没法活。那外边你这样也弄不了什么。嗯。他可能你打这个时候他是。白棋担心的是黑棋往这打了，啊，这时候你提掉，我就把你这条
边控破了啊。对，那我粘上呢？粘上我是可以往这里打，再打一下。对对对，那我好像下什么都已经，嗯，我如果狠一点，我还可以再打上去啊，打上来，对，或者这个时候他还可以单长一个，哎，对，打完单长可能更作为摆起来的时候呢，不太情愿这里被打一下，这里还要、嗯、还要被打一下。当然，杨鼎新的这手棋，实战的这手棋是局部最强手，长对。这一打不肯给，对，他不肯被白的黑棋打到，他这个都不让黑棋打。这手棋是绝对的是，绝不最强硬的一步棋。如果说黑棋在这一带只是简单的、嗯、打吃，打吃，对，你只要这个棋还不好，他是不是还能拐你？对，还能拐，拐完其实你还不太好下，我觉得。你说搬的话，搬他是不是还断了？断了，他比如说跳，跳嗯。跳的话，我是不是还可以压你一下？对，你如果虎的话，他就吃回来。对你，你如果走这个，有没有可能？啊，也不行，我就尝一下就行。嗯，尝之后再大头鬼。嗯、对对，或者我甚至也可以再爬一下。嗯，这样子黑棋只是这个空就破的幅度太小，不还不太好连回家。哦，还没有连回家。对，你怎么连？哦，你比如说现在随便弄一个，你怎么连回家？这个如果跳的话，对，它有尖有靠有断，走这个的话直接冲 断哦，这是黑的，黑的还是有点困难。对啊，所以说这个挺头很强硬，这个挺头一方面是在补角，同时其实也是在分段黑棋，是吧？对对，这个太强硬的一步棋了、嗯、初看的话黑的这个绝不哦，那我们对，那现在慢慢能品出来这个、啊、这个长很强硬啊，嗯，是啊，那对黑棋来说现在也是给黑棋出难题了，是吧？是出了一道考题、嗯、看看黑棋在这一带怎么应对。如果只是简单的打吃粘，好像对对对，就正中白棋下怀。对对，并且也还不是那么轻易的能够处理好。嗯，就算你打了粘，你想妥协，可能白的还不是那么愿意。对，嗯，那么在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刻，我们也是稍作休息哈，曹老，好的，给大家也留一些这个思考的时间，在这一带接着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好的，那么一会儿回来。嗯，一会儿见。听阅读精彩，尽在天悦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说到现在棋局啊进行到这个左上角，这个是胜负的关键处，很关键处、嗯、啊。黑棋脱断，杨鼎新选择最强硬的长、嗯、我们看看黑棋哈、啊、景山裕泰九段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是选择的拖，这手棋看一下第一感觉就挺妙的，看得像好棋，好棋 对因为目前呢打吃这个三路打和二路打是暂时保留，是吧？嗯，根据你白棋的这边的应对，他有可能可以打了再爬出来，是，所以可以暂时保留一下。对，他比如说顶上的话，嗯，而且他就应该是会搬这个，对，搬这个他也不太好搬。搬好像是不能打吃了，是吧？首先不能打，不能打吃，不打吃这一打吃这也吃掉吃，对，不打吃你也没戏下了，你顶这种棋啊？顶的话是不是已经可以打了二路牌？可以打了，没问题了，对，打。嗯，这样你只能吃。对，他是接，当然活棋是没问题。那您说，嗯，不，先接我看看他是，他只能长吧？现在我不能接这个了，是吧？我也只能爬这个，再爬这个活嘛。嗯、这样活行吗，黑的？也还行。活对，这样子已经在爬，立到这一二三四活了。但是我还有个下法，就你打字在这时，我打这个。嗯，反打。大概只有提掉了。只能提。哎，我再打。再一吃。哦，这样活是不是？这样活的更大一些。对，因为这边我还有一点余味，可以弄弄你。
这个黑的成功，这个对，这个黑棋腾挪的成功了，所以不能顶。这个顶退的话，其实也是这样，会下成这个样子，也一样，是吧、啊？基本上一样，大同小异。对，还是这个打了爬。所以这个拖还是很严厉的。好棋，是一部相当好的一部棋、嗯。还是景山九段还是展现了实力啊，对拖。这拖，咱们再好好的品味一下，好，黑棋这个拖，嗯。你现在也不能简单的就在这儿，只在这个被搬出来。实战黑棋是白棋是下在这儿，对，在这儿呢，那当然黑的是不客气的就断一下，对，再次扭断，嗯。这一段两边都是扭断，嗯，第一感觉是已经被这个借力了啊，借力了，对。这棋就像刚才说的，白棋是不能单吃在这里的，吃在这里黑的这一脚吃就把这个吃掉了，嗯，二路漏打了。所以这为了救活这个子呢，白棋只能先叫吃这一下，然后再把这个吃掉，对，再抱吃这个子。这样呢，好处就是你打吃，他走了之后，我这个子是活的。对，你现在不能二路打了。对，二路打一长是带响的。对，这棋呢，白的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痛苦的地方，就这个棋形下，本来白棋是有一个妥协的下法，接在这，但是这地方。你再打过，当然这压出来是不行的，他正好要搬出来，嗯，然后他打还可以接上，他可以拐这一拐，嗯，我这地方你还要单关连回去，不过这地方味道很坏，或者说就要出棋了，像是要出棋。我一打次，你如果这接上我一场，肯定是脚里这个脚肯定有问题了，这个。肯定是出气的，不是味道问题，应该是出问题 了，是吧？对，但是你打这个的话，这个好像也是有问题，也要出问题，对，对，肯定有问题。这个提掉，所以这地方是还有棋的，并不是接上脚上就没问题了，嗯。所以白的还是不能这么下，就不能接在这里。嗯，实战呢，他是往这吃了。保持，嗯，打吃，这地方黑白棋只能提，不能接，不能接吗？不能接，接的话，这个味道太坏了，这个头太软了，对，是吧？或者他就这么一打吃，你也不行，这个他还是先手打吃了，嗯，这地方要出来的，你这个地方自己中间有点不要被反包围进去，所以他也只有提，只能提，那提白棋的外围还是依然不厚，他还是有这个拐，嗯，还欠着一手棋，所以这地方黑棋腾挪是很成功了，嗯，但是完之后他打吃，他二路打不行了，他现在是三路打吃。这地方呢，白棋是必须先打吃的。嗯，打吃的好处就是什么样呢？就是现在黑的这个是不能成立，嗯，白棋有这个叫吃。对，你如果长，他把二路吃掉。二路，嗯，可以把这个救回来。是，所以这个不能跟着往下走，但是黑棋可以叫吃在这个，这个叫吃厉害。对，你如果。粘住，那么他就走这个就出来了，啊。你这个不能搬过了，是吧？对。本来如果不打棋的话，黑棋白棋是一手棋就联络了。这个差太多，这目差太多。所以打吃的时候，他就变成打劫了吗？好，黑棋白棋总没心情粘吧？对，不能粘。粘这个不能忍。粘不好了，形势对被他指在这里，这个再拐出来。这白黑棋要反攻倒算了，所以这一代这个景山九段还是下得很出色的啊，对，精彩，对，
啊，这个跳，这个跳当然也、嗯、也防止了黑棋在这里挡下来，因为白棋现在这里有一个争子，黑棋冲，白棋拐打一个，是吧？实战就这么下的吧。嗯、黑棋提掉，但是这个棋，因为黑棋啊外围特别厚，所以一旦突破的话，就会对白棋外围的最初是一个包围网的这些棋子、嗯、就是会有致命的威胁。对，比如说他现在又拐出来了，这个棋假如说之前白棋是优势的话，现在是逆转的气氛非常浓厚，嗯，白棋已经很难处理了。对，这个突然被反攻倒算了，是吧？嗯，本来黑白棋我们看到特别非常厚实的这个局面，嗯、现在这个棋要处理，这棋要处理，难办。或者说，然后你现在，除非你能把黑棋这块棋吃了，嗯，一旦这块棋黑棋跑了的话，你自己各处的毛病就显现出来了。对，我给我感觉还是杨锦新九段是不是体力确实是体力有点不支啊？体力是吧？对。对，那当然体力上他肯定是吃亏的、嗯、士气上是很高涨。嗯嗯，这个一拐出来不好办，拐出来只有扳头，先扳了再说，肯定不能让他再出来，头先摁进去。嗯，但是他这一扳他下什么呢？断进去了，断进去。然后这棋他风险很大，他是单长，他长，对，他压，他还最要命，他还能再长，还能再长。这个断点你也受不了，这一断，这个还要一扳。你如果把这跑出来，你看，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算能跑出来，但是这地方被一扳，你还不好扳。所以当初觉得扳有些缓，嗯，这个再打是这个黑棋比较厚实的局面，对对对，现在一下子充分发挥了作用，全有用了，嗯，这个长都是先手，看到这个图，我想杨锦新会有点后悔之前的下法的，是，嗯。嗯，包括现在回头看看这个长会不会可能是有些过分啊？对，当然这个长的时候也不见得能够想到对手会在这里突。对，这个，嗯，这个不得不说，对手人家下的确实是好，是吧？这步棋一拖，他现在是补一个，只能自补。补一个的话，他就提劫就行了。这地方黑棋提了吧？提了，对，提劫就行。这个棋等于从黑棋脱断之后，现在这个大空成了，突然白棋也不能打劫活了。对，黑棋只要接上，就是黑棋是把白棋吃。对，成了对杀了。这个，这个变化的太快了啊！局势变化太快了。白棋找劫，白棋找劫拖，这个实际上是可以不理的，我想这个粘太巨大了哈，这一粘粘上就行了，白棋肯定是活不了了啊。那当然肯定黑棋吃白棋，嗯，那这个角白棋是下什么长还是扳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是应该往哪下，他也许扳这个吧，扳这个，这个是空啊，是空，对对。那么黑棋长，黑棋长，黑棋连扳，我想扳这个。他打吃，我接上，虎这个，挡下，挡住，走这个我再挡下来，嗯，扳粘，这样黑的应该也是可以的形式。这样子收获很大呀。对，从打入之后，这个能够吃掉。白棋这个一小块啊，显然是成功了。嗯嗯，不
不，现在其实对黑棋来说，消解也是可以接受的。嗯。但是顶山没有消，它是搬。嗯，这个如果搬能够成立，那就更厉害了。一环就是再消的话，哦，就你就活的脚就特别小。对，再先撑一会儿是吧？它有这个长的本身节，啊，这里边几位有很多本身节。长了再长，甚至长了我拐一个都是劫。对，长肯定是劫。这个有本身劫就不好办了。白棋只能跟着爬进去。嗯。黑棋提。嗯。断。断。那刚才硬的话，现在是不是更要硬？还硬了，对。嗯，它是不是里边长还是本身劫？还是有个劫，肯定是劫。那就再硬一手。嗯，不，这个时候硬也要把劫财算好哈。对， 对对对，不要硬几手之后给对方产生了更大的劫财。是的。提，哦，他有打吃的劫，是很舒服的。对，嗯，本身劫太多了。他现在不好意思，就白棋不好意思找这样的劫。嗯嗯，太损了是吧？对。提，但是现在白棋的下一个劫也不好找了。不好找了。如果现在打是这个呢？啊，这个肯定理啊，我提掉了。提掉。嗯。那么你再找劫财，可能他就不理了，是吧？这没得找了，不好找了。是。他怎么办？现在黑棋，白棋是拖。拖还是劫吗？这没有。嗯。他顶一个，顶一个下的也挺好的，就是白棋是不能挡这个的，挡这个我一大吃就完了。嗯。啊？哦，不能挡，不能挡啊，挡是不能挡，我只有再提劫白棋，但是劫白棋现在在下都好像有点问题似的。现在黑的下的也很强硬的，把这个搬出来了。白棋肯定要理，理是肯定的。嗯，断。那实战是断。这个也当做是个本身劫是吧？嗯，把黑棋提过来。那白的现在劫不好找啊，只有打吃这个了吗？他打在这，黑棋提。还是提啊？这肯定要提。黑棋继续撑住。白棋提过来，黑棋断一个。嗯。这个断稍微损一点哈，损一点，但是损一点，但是那问题不大。不，你走完之后我再提过来，你下一个劫已经很不好找了。再提。啊。嗯，白棋真是这里这个脚上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劫财了，不能再走什么白黑棋肯定不会理。现在白棋是单粘，这个单粘。这个太奇怪了，我在这下方单粘，但也没办法，他挡也不能挡。现在劫财单粘的话，你想单粘这棋再提过来，再让你走，你都已经很困难了。好像就单粘之后是吧？单粘对，单粘之后单粘了，粘了黑的是拐下来了，嗯，这里，然后白棋提劫，嗯。啊，如果再不舍得，我倒是一要吃是。这里还有一枚劫财。对。哎，那当初白棋还不如粘上是吧？粘上是，但是黑的实际上还有劫。还有，嗯。因为这种顶都可以找劫财，你不得拐下去都可以。嗯，这个还是一个。黑棋的本身劫太多了。一个劫财啊，接上。然后提劫。提劫。现在白棋又找不到劫了。哦，他还有一个扳。扳有问题的。还有一个扳的劫。黑棋叫吃，你提我可以提掉你的是吧？
你又不能接，这个只是稍微就是说打了一针强心针，可以这么说。白棋，因为现在并不能保证就能够救活了，嗯、是这样吗？实战，实战是这样子。嗯，那提掉现在黑的，就现在白的不能接这个。这个接着我景气你就不行了。紧如果走，我就外边紧星期我接上你就差七，所以不能走这个，你还得靠这个打劫，只不过是暂时。他要打哪个劫呢？就紧这个气吧，还是打劫？对，打劫是打劫，打劫你还是没有劫财，所以他现在因为他走在这儿是吗？对，也是希望能造出一些劫财来。嗯。这是不是变成缓气劫了？啊，就是走这个，完了再一接，就是要先走这个。嗯，对，要先冲一下。白气先冲是吧、嗯？如果能冲到的话，冲到还要再进气。嗯，嗯，这个一接才可能没那么多。现在打吃了。黑棋打吃。打提。提点，嗯，现在还比较宽松，那个劫的情况比较宽松，这个劫也没有到致命的地步，对，所以他还能在外边轻松的找这种劫。不过这个也不能，白的肯定不能不理，不理一接这个气都不够了，白棋还是提掉，黑棋再提过来，这两个劫黑棋都可以撑住，对。白棋找不到劫，就是没有劫财，苦于没有劫财、嗯。所以白棋是打入这个，打入这个，哇，还要理啊！黑棋还硬一手，这个拔的拔掉不好吗？干干净净。就是把这个拔了也行是吧？把这个，反正哪里消一个劫吧。他走也蛮厉害的，他希望曹老这个挡是可以消劫吗？没有消掉是吧？还没有吧，没有消，但是提等于也没消掉，还要再花一手气是吧？对，所以他要花两手，他现在黑着走这个有一点好处，就逼着你走一个，嗯、我提了，我再把这劫消了。对，但他如果自己走的话，要花两手气。花两手，让你走一个，我就一提一接就行了。所以他这个理也有理的好处，也有道理哈，是吧？那现在白棋是贴、嗯、贴的时候，那我就可以。我再提，这样如果再走我就不理，再花一手气就消掉了。对，啊靠！嗯，这个就、啊、对就，果然现在黑棋是消劫了。嗯，这样子从打入开始是黑棋打劫吃掉了白棋的这个一小块。嗯，嗯这个收获。白棋对白棋黑棋收获太大了，是亏呀、啊。现在这个棋黑棋这个是可以死的，它搬在外边，这味道不算太好。嗯、对白棋来说，只能是要走最强的，是吧？因为这就不管这个里面是什么味道，我走一下这个，你下在什么地方吃我？嗯。很难吃我吧，好像。对，这个头也软。我如果就粘住，粘住我就拖，是不是就要活了？就一推。如果补一手。啊，我可以打吃。嗯。就做这个也。对，活得很干净啊。他退这个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只能要走这个？要虎进来。虎进来。虎进来。不知道，好像对，好像这个棋，这个嘛，他就这边有一段，然后这边有个冲断，他就接。不过这棋黑的是可以死的，他可能就断吧，这样子通过气子。嗯，不过好像这地方还要牵手气呢，还是有、嗯、还是要走的。如果再提掉，嗯，这样应该黑的也是不错的。我们看一下目数，好，这是点点，这是这块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说三十四，
14亩左右，因为不能抵他再多，因为脚里还有点余味，尤其这种可能都是先手一壶一个班果。十四这地方实际上它还是这还有收官的便宜呢。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5, 30亩可能还不到一点，30亩加15亩，45，60亩强，白棋这还有一些，对，65亩左右，65亩左右，黑棋应该算到这里的木肯定可以算的，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这个黑棋的空木好像是比较多。黑棋75亩强。哦。那黑的肯定是形势肯定是好的。对。并且这结果并不是那么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可能啊。我们粗粗点一下木，基本上是黑棋要时控是占优的。嗯。那实战也就下成这样差不多是吗？对，看看实战。他最后一步他站在这，然后黑棋白棋搬，白棋是搬了，这样子形成转换。嗯，黑棋在上面小，这里面还有棋吗？小尖没有棋，肯定是没有棋啊，可能是打将是吧，下到现在这个手数应该是都进入读秒了。这棋是什么意思？它有个断是吧？这地方断的话的便宜是吧？不是，如果吃断的话，我有没有这种棋？如果吃的话，上面打一下是我便宜了。走，所以我还想扑你。啊，这个利益最大化是吧？对，就贴住。我不是叫吃提劫嘛，你受不了。嗯，那我要是花一手棋的话，就分段，先手分段了。其实本来就是先手分段，我走这个也是先手分段。我这样需要的时候，我这是先手段。你打吃的时候，我可以不理你的。我这个是先手，我就两个被你吃了，但是我可以先手分段，那关系不大，就这样放着。黑子其实有一个，鸡也是先，鸡是先手，就是绝对先手，对，绝对先手。你要叫吃，我就走这个。啊，那如果先手分段的话，这一带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对，白棋有一只眼，但是就一只眼，所以这黑要小心一点。对，要非常小心。好，你看黑棋小尖白棋长，顶，黑棋顶了吗？马上顶了。看看白棋是挡住还是走，现在是挡住了。嗯，接着黑棋现在这边拖，还是要在这里做一些味道出来。这个拖有一定风险，我总觉得他现在，那我们已经知道这边是先手段。先手分段的话，如果这一代是吧，这一代外围有几颗子，有几个子的话，一走就死了，就有想法了。对，这个棋，对这个棋，景山还是下的很硬了。嗯，因为这个地方，比如说通过弃子啊什么的走几个，实际上是不是有这两个已经有一点隐隐约约可以开吃的出来了那个迹象？因为不是。就这样，比如这边已经断掉了，现在还该黑棋下，黑的下什么？我比如说退一个，是不是你就已经不好活了？而眼见的第二只眼对吧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黑棋总是可以下。那其实黑棋最简单，断在这里就。对，不过他拖这个时候已经黑棋，我想应该是优势很大。对，现在对黑棋来说，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棋局啊
给他转为盛世，是吧？要下的稳健一些。他就拖一个，嗯，拖一个，其实他蛮厉害的，嗯，现在只有搬这个，只能搬，没有别的棋。你搬里边不是退缩，是帮别人出棋，这一段就马上就出棋了，那坏了，所以只能搬在外边，嗯。对，然后他单长，对，这手棋也是蛮好的。单长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是简单粘住哈，嗯，他这个，他退是先手，退肯定是先手。你再虎，他再打吃就活了。嗯嗯，这里还有眼。对，然后你如果不粘，如果这也没有，对，如果你爆吃，爆吃我就出去了。我这个一段一打出去了，那肯定不能爆刺是肯定不行的，或者是走这个。哎，这个，那如果他这个长是先长做盐是先手，那是先手，那你就这个吃。嗯，这样子是不是也出去了？这个有没有出去？也有一点风险，但是他断就行了，我觉得。这里稍微多两个，不就这块棋就要死吗？嗯，不过啊，有的时候啊，越是这个时刻就是你好像有一百种赢法是吧，有很多种方法的时候，也会有些犹豫啊。对，那肯定，因为我们刚才这个形势判断，虽然黑棋现在实控领先，但是也不是说黑棋是实地大概要实目肯定有，并且还有点后卫，这一代的黑棋后卫都没算，对，刚才也没有那么随意，刚才这个也有先手意味，因为我有虎，我有扳，嗯，这个有这个跳，这个扳就很厉害的。对，扳的话，你当然打吃，我就可以打吃。对，你要走这个，我可以做个解，对吧？这个地方这个跳几乎是先手。刚才这个角里这木给黑棋点十五目是给白棋点十五目是点的有点多的。嗯，并且黑的如果跳是先手的话，这边还要都有边控。对，不像你现在这地方也很难处理。马上就要回答了，嗯、怎么硬？他是选择的，他是虎，虎在这里，嗯，那么他就是断，是吧？如果再长，再长他去虎，这虎就你就没火，对，这就全死进去了，所以他要断。但这个断，白棋有一点点机会嘛？白棋可以打吃这个嘛？打吃我长，再把它吃掉。我断的时候可以这么粘，哎，对，这么粘，再把这断点补了，是吧？可以删一删。是，实战走别的肯定是实战就是这么下的。走这个，他退回来都可以，吃掉你空也不够。是，吃掉你空也彻底不够。对，选怎么选择都可以。还可以退回来，所以他这个只能下到最强的一步棋。这样吃，嗯，真的。断进来，断的话呢，黑棋白棋一定是要粘的。要粘，对。然后粘住。嗯。这里面是什么情况？这个简单的收气黑棋是不够，比如说你叫吃，我提，你立，我接。嗯。那这里我要爬你了，对吧？你要管下来，我得紧气，这慢一气就不够了。慢一气这样子，对，这样的黑棋就损失太大了。那这样是不行的。嗯，所以黑棋呢，这地方呢，应该还是有点手段的，就是在这里叫，只不过这棋黑棋的风险特别大。黑棋有一个这个叫吃，嗯，叫吃呢，你是不能走的。你走一个气就不够了，嗯，走一个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叫吃一粒。他现在都不给你这样左截的机会，他可以跳一个，这样你冲，他也打，然后这地方你白棋紧不住黑棋的气，嗯，这就坏了。你要走的话，我理都可以不理你，当然提也一样，不理我就紧回去。这样黑棋就把白棋吃了，所以打吃这个是先手，白棋不能硬在上面，只能在下边硬一手。
那么上面这个断点就很多了。所以它这个是不是？对，可能好一点。虎在上面啊。虎在上面，现在它也是要提掉，是吧？这棋呢，其实际上是这样了，它白棋其实还是先天还是有点不足的。这地方先手断掉之后，黑棋再加一刀，你是不是还是要死啊？这块棋。这块棋不活，就你走这个的话，还是白棋危险。你走这个的话，我现在这个都可以不跑，我还可以走这个。你提掉一级，这个棋上边黑的是可以牺牲一点的，我可以先断掉一下，接上这个两个字被你新手提没关系，然后就像这样，这棋白棋是要死的。没有看见有活路，并且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冲断的余味，这个白棋也是不行的。所以实际上应该说，哎，曹老，这个贴的话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吗？打吃我不理你了吗？那他不如冲断，我可以先断一个。哦，那他如果他不硬的话啊，不硬，这被我吃掉啊，这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哦，一挤，哎，对啊，我现在有个挤啊，你要走这个，我去就简单的。对，这个先生，你现在主要这块棋不活，那肯定是对，是问题很严重。嗯，这块棋不过是一直是不活的。只要黑的要来杀白棋的话，白棋就是九死一生的，可能一生都没有，九死可能都没有一生。这个是因为这个黑的，只要一旦下决心要来吃你，把这两个牺牲掉，然后把这一封，你这个太厚了，外边。所以白棋虎这个的话也是双虎的话好一点，只能说，就是逼着你来吃我这个，我就啊，这块就被你吃了，我就输了。但是他实战他是接了，这个是不是双虎？他是单接。对，单接。单接呢，这个棋形就比较简单了，就是接在这儿，他一打吃，一样的。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白棋不能硬在这儿，这棋不够，所以白的只能提掉，是吧？对。那么这外边就被冲断了，断，断的话，这还有断，是，这里断了还有吃掉。其实这里黑的气长的话，黑棋就是跳一个，你还是这个子还被我吃掉呢，这个子，我这个叫吃你不能提的，我一尖你就这块棋死了，所以。所以走到这儿，应该说白棋大势已去了。这一冲断不太好，外边都支离破碎，对，没办法。然后再打吃。接上，然后一断，这个白的没办法，这个争不掉，对，这个地方是争不掉了，争他跑了就不行，所以他只有走这个，他压，这个白棋接近于崩溃了嘛？对，这下一手一加是吧？对，他只能尖回来。尖实际上没回来，真的是黑棋如果狠狠心这么一来，现在往这一穿，那死的是很干脆的。对，你这块棋活了，这几个肯定死了。现在白棋真的是没什么办法好想啊。
这个是不行的。啊，黑棋就藏在这儿。嗯，一拐是往这藏。这一拐是不是也很简明？也很简明。这一拐的话，你只有走这个。只能走，对，我在藏。我在藏，然后我再随便贴一个，你就死了。他如果拐呢？拐的话，我就从这下面爬了。啊、哦，爬几个？好的话，爬几个，我在这一提。哦，你这子就提不回去了，我这就这个这里个子先死了。嗯。所以还不能走这个吧，白棋。啊，白棋又冲一下。冲，对。黑棋爬了吗？爬了。啊。这一冲，这一冲好像黑棋。挡住啊。挡住。挡住他，挡住还是不好，是不是也行？挡住的话就是也行。黑白棋这个是先手，这一带是先手。白棋这个打吃是先手，是先手，那还是爬一个好。对，因为挡住其实也是行的。黑棋哎，不，白棋只有走这个。嗯。黑棋能把这三个吃。嗯。黑棋能把这三个吃，这样就他就跑出来了。你再冲，你只有冲啊！我说命令型的。哦，这边，这四个字还是被吃掉，这肯定是了。这怎么样？黑这个棋都不行，挡住也是可以的。现在他是爬这个，还是爬？爬这个也是相当简明啊，不会有问题啊。吃。嗯，他就把这个踢掉，因为这个长先手，你走这个的话，我就长一下。把这一尖就行了，藏、一下我这一尖。嗯，这两个子它是跑不掉，所以这棋应该说是胜负已定。提，这个确实是回天无力了啊！提掉，提这四个子提掉，然后黑棋把这个子包吃回去。嗯。啊，黑棋还要继续吗？白棋还要继续吗？他是爬，应该是不能。哎，哦，这个怎么我们还一直啊？这个还没提掉啊？对对对对对，啊、不好意思，之前、啊、这个现在提掉了。现在提掉，然后拐。这个是绝对的，没有机会了。黑、白棋，白棋等于找一个劫之后，这个都是干木。对。是吧？这个也被提掉，这个也被吃掉。这个是黑棋打落白棋的，把白棋反吃了。然后这里的空实际上双方也差不多。对，之前点空我们是把黑棋白棋算作吃掉掉了，对，那肯定是吧？现在这个才可以点空全部连回去。嗯，这个就不用点不用再判断了啊。嗯，他走，他是顶上。还有下了几步，对，接手棋，接上，也是在调整一下心情吧。掐，对，踢掉，嗯，打吃，哎，有没有打吃吗？没有打吃，没有打吃，嗯，他打吃这个，这边踢掉，然后跳进来，提下得很厚啊，把这个提掉，就是小官子，就在收官了。然后吃这个，这个棋官子，还有的收吗？没得收。可能差距会比较大。没得收。我们还是、走这个，对，把这盘棋摆完整哈。就没了，马上也就结束。他飞一个，飞，这完全跟胜负无关的棋。好、这个一虎调整心情，压准心。上面一虎是最后一手。啊、对，这个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个点目哈，这一带可能黑棋又便宜了。对，便宜多了。便宜多了，所以可能不用再判断形势了啊。是的。对，这盘棋最终呢也是景山裕泰执黑中盘战胜了杨鼎新九段。啊。这个上海这个。在上海啊，接下来第三阶段呢，这样的中日韩
三国棋手还能再次会面，还能再次会面。对，这个结果呢，其实也还行吧，也挺好的结果，也还好是吧？对对对，就是立威，我们有一点点小遗憾，但是也是挺好的一个结果。是是，就是应该是明年。明年的话是上海站，是这个最后一站的比赛，是由井上裕太对日本对韩国的那个朴信桓，这是他们日韩先主将，这个决一胜负。然后谁胜的话，要面对四位中国棋手的挑战，轮番挑战，也不用轮番了，什么时候已经把对手打倒，后边的就不用再上。就是说，不管是日本、韩国朴信桓或者井上裕太谁赢，最后他都是中国都是四打一的一个局面。四打一，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个开局啊，真的是一个梦幻般的开局，太完美了。这个杨景新也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这个只能今天这盘棋，当然可能跟他疲劳也有关系，确实。我们也只能对杨景新说一下，你辛苦了，辛苦了，真正辛苦了。这棋每天在这么搏杀的话，其实疲劳是这个是叠加的，是啊、同时呢，井上裕太九段也很了不起啊，在这个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下，是吧？是，还是顶住了，也是为日本队是挽回了很大的面子。对对对，确实是不管怎么说，今年呢，这个第21届农心杯看起来应该是中国队夺冠的可能性非常大，非常大，或者说已经是囊中之物了，可以这么说。对，不出意外的话，是吧？对对对，我们后面还有四位世界冠军。是。那么在这个前20届农心杯当中呢，实际上还是韩国队要略占优势，他们拿了12次冠军，日本拿了1次，我们是7次。对。对，但是往最近的算，我们中国队是绝对占优了。对。也是近些年我们这个幅度是吧？之前的话我们都没有拿过。前面最开始这个日本还拿过一届。韩国李昌镐九段当时是被誉为铁门啊，韩国的铁门。一己之力也是为韩国队是连续夺冠。对对，其实曹勋炫也当过主将，也是最后也是首擂成功的。对。其实这盘棋之前大家都在猜测这个杨景新会不会啊打破对徐凤珠九段的那个记录啊。对，我是太希望他能够九连胜了。当时徐凤珠九段也是一个先锋的位置，然后这个九连胜叫一杆清台是吧？其实本来这局之前总觉得跟日本棋手下可能杨景新要这个胜面大一些啊、有这种想法。其实日本棋手确实也是很强大。很强大。就是最顶尖层面的几位棋手，像除了这个井上裕太之外，我想我们中国棋迷应该也要关注那个枝叶虎丸和徐家元，对，这个将来他们应该会在国际比赛中对中韩的就顶尖高手会形成冲击了。是啊，对，其实我们也乐于看到啊这个更多的优秀棋手，各国的优秀棋手这个在世界比赛的舞台上能够下出这种精彩的棋局，是我们棋迷的愿望，是吧？对对对，能够更欣赏更多精彩的棋局。好的，那这盘棋呢，真的是，很可惜，我们是怀着比较有些遗憾吧，略带遗憾的心情。那因为这个棋开局的话，应该摆起来是挺不错的。好，是在中府。对，中府。就这手棋缓了，这个、对，我觉得就是这手棋觉得缓了，这个时候不要那么早下，然后当然这个棋呢就是一个胜负的一种运了，对，就是说，因为当时如果说白棋在左边围呢，作为杨景新来说，他觉得不知道就补在什么地方他能够满意，补大了又怕对手还会。进来出点棋，补小了他又不心甘情愿。这个地方他一时又没有看清楚，怎么样的打入最便宜，他就先提一个，反正你这个下面的空我还能有时机，对，再来打入。不过呢，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作为旁观者和对局者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代的战斗，井上裕太下的这么好，之后结束这个场面，这个黑棋能够如此之成功，这个。没有想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想这个景山也不会预料到我能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出现了。对，
啊，这个是喜出望外的，对井上来说喜出望外的一个结果。嗯、对，不过棋盘就是这样子的啊，嗯、这个不可预测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对，这个那么。今天的比赛呢也就到这里，龙心杯的第二阶段也是落下帷幕。好，我们就期待第三阶段啊，看看今年的龙心杯到底是花落谁家，是吧？对、这个、您觉得已经不用讨论了。 我这个几乎没什么悬念的了，是中国棋手哪一位棋手能够接受本届龙心杯的问题。好的、那我们继续关注这个龙心杯的后续比赛。那么感谢曹老师今天做客演播室，好啊，感谢各位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